百万至多星是由美国 CMP 集团投资，购入了英国衰利堂的百万富翁版权，全权委托香港世高国际 Cycle International 在广州制作的。百万至多星的影厂，无论是布景、道具、灯光、音响、电脑软件等，都是完全按照英国原创节目的要求，在广州专门搭建而成。并且经由版权持有人英国舍利顿公司派出制作专家作出顾问咨询，以确保节目在答题设计、奖金等级、主持人素质、舞台、灯光、音响、规则的实施这些环节符合全球统一的播出标准。百万至多星节目需用的常识问题必须适合中国本地观众的文化背景、学术能力、观众口味等等要求，所以必须重新开发。常识问题库开发团队成员总共十几人，分别来自广州各个名牌大学。问题按节目的需要分成15个类型，每个类别亦按难度分成三级，每一位参赛的观众最多可以完成的15条问题都是出自这15个不同类型，由电脑按难度随机选出，以保证公平合理。